坚持到底，看着你不愿再逃避，你的笑容太过美丽，我难以呼吸，你是否会说说你愿意。什么意思呀？给别人画，给自己妹妹不画，怎么当姐姐的？我妹妹叫李翠翠，你哪位啊？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满意，你们不就是觉得我原来一个天天跟在你们后面的小跟班，现在也能翻云覆雨了吗？哎，可是你信不信呀？这一次我照样赢他，加油！天天的，除了吃就是睡，你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吗？我哪除了吃就是睡啊？我这打一上午电话借钱了，刚睡一会儿。你看看你这蓬头垢面的样子，不就是要还钱吗？你能不能去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，精神精神？哪有不对啊？我逃难逃到你们家的，我哪有衣服换啊？你是不是瞎？啊？给我买的，想得美！这是我一朋友代理的服装品牌，我拿回来打样，你赶紧看看行不行？什么杂牌子呀？是？什么杂牌子呀？我不穿这个，这我从来没穿过这种衣服。哎，你说说，你来逃难呢，你还挑三拣四，你赶紧给我套！这什么色儿？别动！这哎，头发哎，发型哎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你这，哎呦！什么色儿衣服这是？你站上来，站起来我看看。什么玩意儿？转一转，转一转。南城大勇哥，你说你逃难逃来我家是吧？吃住都白吃白住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觉着不合适。还不是你请我到你们家，谁请你来了？我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才不收留你呢。谢谢老板。行，既然你已经叫了老板了，那我就给你单生意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准备要开一淘宝店，就专门卖这样胖子穿的衣服，而你呢，就是我的 model。
怎么样？我和你当猫头？嗯，用得起你？多少钱？我这价码可高。晚上加一荤菜吧。真成了名人以后啊，这些东西可都值了钱去了。哎，你帮我签个字呗。你掉钱眼里了，你哥赶紧给我放好。不是，你想想，以后你要真成了明星啊，不得需要助理、经纪人什么的？哎，姐，我给你当经纪人，你觉得靠谱吗？嗯，你啊呸！你还当经纪人？你那大学文凭都是混的，姐。我可是正规科班出身，那会算账，哎呦，会跟踪，还会谈判，哎，什么招我都敢使，保证你在时尚界一姐的地位千年不败，千年不倒，又放光芒。小姐，你那是狗仔，哎，你们俩都省省吧啊！我告诉你，就你们俩情商加起来超不过100。别，你这个评分系统出现故障了啊！我这个属于情圣级别的。哎呦呦！情圣级别，您还情圣呢？您那叫滥情，您那叫处处留情。哎，姐，我可跟你说了，昨晚我们去超市，嘿呦，他那大眼珠子瞪的，谁大眼？他那谁大事就在扫美女，那扫美女，那扫美女。呦呦，哎呦，我这把糖都拿成盐。哎呦，哎哎，行了啊，没看见啊？你注意措辞，注意胎教，听见没有？我堵着耳朵呢。你什么？我堵着耳朵呢。哎，你们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！我不在这段时间，把我这房子给我看好了，别我一回来把房子给我点了。哎呀，不会，放心吧，姐，你啊安心去比赛啊，我们俩在家给你看家，然后在后方给你加油助威，天上鹰必胜。第一次看赛车比赛，就这老家伙了。我当然记得，我还追的，当时你跟我最喜欢的一个赛车手就是小峰，车神，熬夜看，翘课看，录像带录下来，天天看。后来，咱们俩稍微长大一点。就有一回，你是把你爸摩托车头盔偷上来了吧？走。让你骑在自行车上，假装自己是赛车手。我今儿你还学人肖峰跟人大挥手来着。你爸发现了，追着咱俩满院跑，想想没有？小兔崽子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！站住！再后来，我们就继承了我们家酒楼，你就真的成了赛车手。我觉得你第一次拿名次的时候，那哥们举着你满场跑了一圈，你还记着吗？大勇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真的谢谢你啊。其实什么都不用跟我说，真的。后天就是预选赛，哥们等着你的好消息。
怎么样？吴苏汉，你真的没必要做这些。我做这些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安静、私密的创作空间。可是我现在已经参赛了，你是评委，应该避嫌。对，我马上就走。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，我帮你解决。你真的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我这些天都会在这儿闭关创作，有什么问题，我自己会解决。我是不想让你分心，晚上想吃什么，我来安排。你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在给我邀请函的时候，你说过会公事公办，我真的不希望有什么特殊的照顾，我也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OK, no problem. 期待你的作品，祝你成功。谢谢。再见。老詹，我知道你能重新回到赛道上也不容易，可我还是那句话，这是咱俩的梦想，我是没机会了。只有你能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家底都压上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咱俩当年的那个约定。我谢谢你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回家说好吗？走。想喝酒是吧？行，我陪你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说话。不想解释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一起奋斗。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现在开不了车，就那么简单。你知道我在练习的时候，
不是我驾驭车，而是车在驾驭我。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太大了，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这样的。展望不是一个缩头乌龟。那我告诉你。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loser， 退赛，我开不了车了。我知道你们让我比赛，各种筹钱、赞助，他连把海霸王都打进去了，你把你所有的宝贝都卖了，我只能说对不起。有什么我们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不提比赛，不要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不要再跟我提比赛，而且我成为不了你想要的那种男人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？还好，有您在，我怕什么呀？白总，你这是？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的。我现在是评委，这个规矩你不懂吗？拿回去。我懂，我怎么可能不懂呢？但是这么一点东西，根本就不能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呀。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明白的，我有几斤几两。那如果没有您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啊？那您对于我来说，简直就是再生父母呀。别说的那么严重。如果想成功，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是，所以我已经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所有的客户提成全都上交给工作室了。为什么？我怕我会对不起您。你做过什么吗？这次的半决赛，我可是拼尽了全力，可是一件衣服才拍了78000，但是苏汉帮着田小妮，把她那件衣服拍到了100000。那他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其实您是最清楚的。这马上就要到决赛了，我就是怕这一锤子买卖的事儿，我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能为若云定制赢回这个冠军，也辜负了您对我的栽培。苏汉一个人决定不了比赛的结果，最后拼的是实力。白女士你好，这有您的文件请签收。好，知道了。喂，白总，东西你收到了吗？这个时候没这个必要吧，我这个评委不是摆设。这个我明白，不过就算和家里脱离关系，我也倾诉吧。我现在正在开发线上服装商店，专卖设计师的品牌服装，第一把交椅就想交给你这个老搭档。O2R 做起来
科比开几个分店都强啊。不过我也不会勉强你，天下你的各方面实力本来就是最强的，现在我们节目组捧他也是理所当然，所以我希望你能考虑考虑。耽误你的时间了，再见。白总，不会是苏总打的电话吧？不该你问的事情千万不要问，去做你的准备吧。哦，那我等您的安排。等等，不是，这本来就……那我先走了，白总。你说这高大勇是不是有毛病？他给我发微信说什么要举行一个告别车行的 party， 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听田亮说了，听说高大勇给他身边的所有朋友客户都发了这样的邀请函。那展浪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发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还指不定能闹出什么事儿呢。我哪知道啊？你别一直不知道啊！你不是他的胜利女神吗？你得拿出女神的样子来呀！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你了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在这默默的等着，等他自己想通了，自己走出来。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经理，我跟那宣布点事儿啊。经理啊，刚进来这帅哥叫展望，我慈亲发小，从小到大最铁的哥们儿，也是我心目当中最棒的赛车手。我们俩人呢，从小一块长大。逃过学，打过架，泡过妞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俩曾经有共同的梦想。We have a dream， 懂吗？今天呢，把大伙叫来，其实呢是特地给我这哥们办的 party， 因为我要谢谢他，就是他。今天亲手把我们俩的梦想砸得稀巴烂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高大勇要自由了，自由！我解放了，解放了！我又可以没心没肺挣钱泡妞过日子了。嗨起来！高大勇，别叫我！你没有资格叫我！你砸碎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，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梦想。展望，
我输了，你赢了，高兴了吧？拍起来！走啊，走吧。走吧，还有你们，喝完了都滚蛋，因为明天就再也没有有速车，没有赛车，没有他妈什么狗屁梦想。见着长官了，嗯，那怎么样啊？他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。啊？不是，那怎么办呀？只有给他时间，让他自己恢复。那你呢？我还是继续参加我的比赛，但我一定会赢。是谁吗？那位就是苏氏集团的私人医生，他呀这次来到玄蜀住的酒店。哎，你们知道田小妮和苏董是什么关系吗？金屋藏娇，双宿双飞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啊？难怪这田小妮过关斩将，原来是有人保驾护航啊。他们俩肯定早好了，说不定私底下把证都领了呢。霸道总裁破门而入，英雄救美，这回头头就有了。上！哎，等一下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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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哎，咱们几个呀，好好商量一下，赶紧说，就到时候咱们谁呀？苏汉，小妮，你醒了？不是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的身体严重透支，晕倒在房间里面，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都没人接，幸亏我及时赶到，要不太危险了。小妮，我已经给你找了私人医生照顾你，你安心在这儿养生吧。不是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我就是赶衣服可能累着了。你现在来我房间不太合适吧？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工作起来不要命呢？哎，慢点。真的没事儿。
缓两天就没事。听话，身体的事情不能马虎。你安心在这儿养病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。等我一下。来了。你们先出去，这是私人房间，你们先出去。能不能先下？这是为什么？你们先出去，别拍了。先别拍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说两句吧。先出去。你们先出去，裴小妮小姐现在生病了，不方便回答，你们先出去。你啰嗦两句吗？你们先出去，别拍了，先出去。先出去。无可奉告，先出去，出去。你说他跟苏汉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之前他们一起出现，我也没看出什么呀，是不是记者造谣？你说你问我这种问题，我怎么回答你啊？我们好歹是一个工作室出来的，别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啊！哎，宝贝儿，粉点，给我换一个粉点吧，显得气色好。那这真的了，就因为他，咱们节目被停播一周，我们俩差点丢了饭碗，烦死了。那人家不是也生病了吗？对不对？现在总决赛都不知道能不能参加了，少说两句。贝儿，你们之前在一个工作室，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呀？真想知道啊！小林姐，你来了。哎，小林姐，哎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可担心你了，真的。我以为你看到我回来比赛吓一跳呢，没想到是担心我的身体啊。哎呀，你看你怎么说呢？我今天可是特意在这等着你，要跟你一起录，我都等你半天了。咱们现在过去，走。哎，病人变得可真快。就是，一会儿人一会儿鬼的，做影业真是白瞎了。二位能谈谈你们最欣赏的设计师吗？啊。我个人最欣赏的呢，就是坐在我身边的田小妮设计师，因为她的风格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啊。我们是出自同一个工作室，然后彼此之间呢也比较了解啊。我相信一个设计师的风格呢，来源于他对于生活的态度。嗯，其实田小妮设计师对于恋爱呀，然后对于生活的标准一直都特别的高。嗯，相信他对于作品也是这样的。那田小妮呢 ？Mark Jacobs 和山本耀司。因为他们都有非常纯真的心灵和非凡的创意，他们专注于创作而不取悦于利益。那你对自己最近的新闻有什么对大家解释的吗？没有，设计师不需要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私生活。我希望大家能更关注于我的作品。嗯，我也觉得大家应该多给小妮姐一些空间，因为毕竟她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还是挺不容易的啊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标准非常高啊。哎，他有一个很著名的18条标准，就是他的所有的追求者都要经过18条标准的打分，层层筛选，很不容易的。啊，那小妮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18条标准是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想暂停一下。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是比赛，我更想跟大家多聊一下创作上的事儿，因为我的礼服是花了3天3夜时间赶工完成的，它是一个西式的剪裁和我们家乡传统的工艺刺绣。小妮姐，你不会做的还是礼服吧？哎，我们这次设计的主题变了呀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，我们的决赛主题已经变成男装设计了，他们没告诉你啊？哎呀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因为你生病了，他们没有来得及跟你讲。哎，你看我们导演组真的也不讲你事。不好意思，先失陪了。咱们这次比赛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所以啊，大家都得加把劲儿啊，把细节上的工作做到位，好吧？进来。导演，我想问一下，
节目组临时更换主题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女装变男装，现在时间也来不及啊。这个呀，不归我管，设计主题是评委定的，你找他们去啊。不是，我那条裙子花了三天三夜才赶工完成的，你们临时更换主题，我之前的功夫就全部白费了，而且现在时间也来不及啊。你们到演播室等我。小妮啊，你是一线的设计师，技术高，这点问题啊难不倒你。这不是一不一线设计师的问题，导演，你们这是专业比赛，即使我赶工完成了作品，说不定我都拿不出手啊。你也知道我们这是专业的比赛，临时更改设计题目啊，这也是为了咱们比赛的公正性。你看今天的新闻没，什么比赛内幕啊，冠军内定。小妮啊，不是我说你，要不是你整出这么多新闻，也不至于有今天。不是导演，那些都是传闻，都是记者胡说八道的，你怎么能相信呢？这个呀，我知道不重要。你和苏总弄出的绯闻啊，传的是满天飞，有的说呀，你是他花重金力捧的冠军，还有的说呀，他已经把咱们的题目提前透露给你了，还请了大师为你准备咱们那个比赛作品。导演，这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这个啊，我相信不相信不重要，现在啊，主要是众目睽睽，人言可畏。我觉得呀，更改了咱们比赛的主题也是好事儿，至少啊，给了你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。反正啊，消息是放出去了，至于你是反败为胜还是前功尽弃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磊哥，这次这个比赛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呀？哎，时装周不已经结束了吗？好吧，好，多谢。哎，不行。哎，你说说，这小磊是一线品牌的签约模特，那走的都是国际秀，他怎么可能来走一个真人秀的 T 台啊？哎，顾佳，你之前画的一线模特那么多，你帮我想想，谁有可能现在有时间？哎，为什么就一定要找一线的男模特呢？你现在时间这么着急，还非要最好的，那怎么可能啊，小妮？我没有办法，我现在必须赌一把，只有一线的模特才能穿出我衣服的气质，所以我现在不能降低标准，我要不然我就得不了第一名了。又来了，又是标准。小妮啊，这么多年来，因为那个标准束缚的你还不够吗？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行了，我先回去设计作品吧。决赛主题的事儿，我也是刚刚知道，实在是太突然了。没关系，瞒着你很正常，他们这个环节本来就是为我设计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之前倒是有些作品，但是都在客户那儿，所以这次我得重新设计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说。你已经帮我帮的太多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你就让我踏踏实实的自己面对这次决赛吧。
扣子，我是当年在英国古董市场一颗一颗淘回来的，一直没舍得用。这件衬衫我早就做好了，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合适机会送给你，可是没想到衣服做好了，人却留不住了。像云淡风有情，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。扣子很珍贵，作为普通朋友才能重逢。如果勇敢的爱，勇敢爱，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？勇敢的去爱，我为你定制最美的爱情。勇敢爱，停止最美的爱情，最美的爱情。哎，你别老乱，等一会儿再画花了。别动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一个知名造型师，好多人想让我画，我还不画呢。哎，顾佳，我说别动，不是你一造型师，照相的活也会啊？你不知道有一种发展叫多栖发展吗？也就是说，我在化妆师里面是拍照最好的，在拍照里面我是最会化妆的。那你这么说，那哪男的娶了你，那算捡大便宜了呗。忽然触碰你的眼睛，只听到心跳在激动，却装作不在乎，像云淡风有轻。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，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？最美的爱情，最美的。